来来来来，山上山里去。奶奶。奶奶，你为什么要跑？你不是来看我的吗？我没有要跑啊，我只是我。小乐，奶奶没有要跑，奶奶是希望你帮她带路，带奶奶去看看我们家的院子啊。方董事长，欢迎你来。我只是带那天招潮蟹的照片来，让小乐可以交作业。另外，我也带了无糖的牛奶糖，小乐可以安心的吃。好棒的奶奶。像你一样，又可爱又温暖。对。方董事长，饭已经好了，可以准备吃饭了。奶奶，不能这样煮最厉害的牛肉饭哦！奶奶，跟我去洗手。小乐，娘家家训第八条是什么啊？我跟大人吃饭的时候，大人要先吃，我来跟你吃。可是我肚子好饿哦，奶奶。小乐听话，你妈妈说的对。生活过得很辛苦，不辛苦啊。其实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爸爸就过世了，家里的生活环境变得不富裕，所以小阿姨以前常常教我们不要浪费一点一滴。久了也习惯啦，这样一点都不会辛苦的。对不起。
我以前说过，你没有家教，但是看到小乐以后，我在想你以前的爸爸妈妈一定给了你很好的家教，所以你才把小乐教得这么懂事。跟小乐相处以后，也许是因为小乐无忧无虑天真的笑容，也或许是因为自己年龄渐渐也有了，让我常想起过去。光绪小的时候并没有像小乐这么快乐，他甚至于不常笑，常被我压着去上课补习。因为我的干预让他从小就不快乐，而我现在发现了，却已经太迟了。是单亲妈妈，在你身上有太多值得我检讨、值得我学习的地方。不，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是爱孩子的，只是方式不一样。没有人比您更爱光熙。可是我却剥夺光熙的童年，还插手介入你们的感情，让你、让光熙，甚至还有一千都不快乐。不会因为你的决定才让光熙可以活了下来，这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吗？经历过这些事情，才让我更明白要珍惜什么。就算我跟光熙没有经历过这些风雨，也不一定可以永远在一起。没有人可以知道下一秒到底会发生什么事，所以只有在当下面对我们最爱的人，做出最好的选择，尽最大的努力。我懂。就像你说的一样，我也希望你不要放弃这段婚姻。为了你自己在乎的人，尽最大的努力。没有想要放弃，如果光熙已经把我排除在外，就像陌生人一样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接近他了。小乐，你又偷听大人说话了。谁让我们这样莫名其妙？命就很简单啊。还有，我叫乐小乐。好，任小乐，你要当丘比特，帮助你的爸爸妈妈，还有让牧尘不要放弃。